那如果想要了解我们具体的话，都可以来找我们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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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如果想
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右下角，只要去给我留下微微的，我都可以去找到你。那我们内饰的话是带我们的童真真皮真皮翻脚盘真皮座椅，那我们外边的话都是一个无边宽大车门，带我们的电动门的哈，来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这个直播间。我真是广州人吗？谁说我是广州的？我不是广州的，我怎么可能会是广州呢？会广，我是广州的，我估计会说粤语，我不会。空间很大，是的。去买车的，搞个路人直播。您可以直接过来看我直播都是没有问题的哈，猪猪还是那个，还是不是见光死的哈，江苏人不是的哈，来，不要关心我是哪里人，兄弟们，你应该关心我们生活宅车今天是什么价格，今天给大家去介绍的是哪个配置，今天给大家什么福利呢，是不是？来到我们直播间更应该关心我们生活宅车哈，不像广州。不像广东的是吗？有人说我像那个江西的，像江西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关注哈。那咱们有关注哥哥左上角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哈。你不关我不关注直播谁来关，是不是？来到我们直播间都是我们的宝，都能把您宠成活神仙。湖南都觉得我是湖南的是吗？极客009多少米啊？零极客的话，价格区间是在我们49个 W 到我们58个 W 左右，我们是支持零首付的哈。具体都可以在我们的右下角给我留下您的微微，留下您的139，那红酒、白酒、葡萄酒，我都可以去找到你们的。不会见光死，很难说哈，很难说。009还介绍吗？刚刚给大家介绍到，我们刚开播有给大家去介绍到我们的009车型哈。来左上角给周去删上我们的小关注，让我看一下直播间现在多少个小哥哥给我点关注了。那咱们有关注的话，一定要去冲冲我们的小关注哈。明天不直播，明天的话是最后一天，就不会给大家直播了哈。来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呀。那俗话说得好，天蓝蓝，海蓝蓝，你的车子看不完。来到我们直播间，只有你想看的，没有我们没有的哈。那我们还是要回归正题，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身后这款车型。那有一车男朋友，我又不干了，什么不干了，兄弟们，月底总要休息吧，是不是？辛苦的一个月总要休息，是不是？充电机是的。来左上角的关注，我们一定要去点击参与一下哈。左上角关注，我们去点击参与一下。那我们刚刚从我们的车门重新再给大家介绍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车门的话都是无边宽大。车门带我们的电动门哈，电动门内饰的话都是电动座椅，有没有福袋？来左上角我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好不好？左上角的福袋我们点击参与一下，那收下我的福袋，收下我的膝盖，收下我对你的爱。欢迎海哥，欢迎大家。来左上角给大家发的一个福袋哈，左上角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呀，那收下我的福袋，收下我的膝盖，收下我的脸，哎，福袋一定要点击参与一下哈。那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身后这场，来您告诉我直播间这么多个小哥哥您在干什么？如果您在听我给大家介绍配置的给我扣个一，如果是在窥屏的话给我扣个二，如果再忙给我扣个三，让我问一下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极客 X， 极客 X 的话具体您可以联系到我们的专业极客伙伴，那点击我们的小风车小爱心旁边的小风车，给我留下您的139，那红酒、白酒、葡萄酒，留下您的19，帮你翻我也翻，下步之后我让我的极客伙伴一对一去找到你们哈。身后这款到底是什么车？身后这款的话就是我们的极客009车型，那可以从外观其实是看得出来的，是我们极客 X， 极客 X， 极客 X 的话暂时没有出价格，具体的话要去联系我们的专业几个伙伴哈。会粤语吗？我不会粤语，我不会粤语，我不会粤语哈，我不会粤语，但是我可以学，我还在学粤语哈。那咱们如果想要了解我们其他车型的话，都可以直接去联系到我们的专业几个伙伴，因为直播期间的话不可能把我们都介绍完，是不是？
是不是兄弟们？咱们有关注的话，一定要去点点我们小关注，让我看一下还差多少个，还差最后88个，最后88个关注哈，咱们把我们的关注先去点亮一下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哈，刷了我即是缘，那天蓝蓝海蓝蓝，点个关注看不完，不管您要了解哪一款车型，看哪一款车型，都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打在我的公屏上，好不好？喜欢哪里点哪里，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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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左上角的关注一定要去点击一下哈，让我看一下多少人没给，之后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的。左上角的关注我们一定要去点击参与一下哈。才多少点赞？才六千，真好说话，才六千，我们点到一万吧，我们点到一万，给大家去介绍我们的009车型，给大家去演示一下我们的后备箱，给大家去演示一下我们的后备箱哈，来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呐。我要变成榜一大哥了，如果在这个直播间那是不可能的哈，那是不可能的。009有给大家介绍到，刚开播的时候有给大家介绍到，所以我们后期的话其实就不给大家去介绍我们的009车型了哈。来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呀。猪猪有什么什么了吗？你看我像吗？你看我像吗？后备箱讲不讲啊？后备箱你想看吗？来，我看一下直播间多少人想看后备箱。来看后备箱的，给我扣个999，让我看一下多少人想看后备箱。如果多的话，再带你们去看。多的话再给你们看好不好？还差多少个关注啊？还差最后85个，还差最后85个关注哈。咱们有关注哥哥左上角，一定要去冲冲我们的小关注哈。你不冲我不冲，我就问你，周直播谁来冲？是不是？来到这个直播间，一定要给周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哦。东莞热不热？东莞挺热的。纽扣高估我了哈，高估我了哈。林燕带2万，009，怎么大家都在问009？我讲009的时候你们不看，那我不讲你们就看，你们这些老六，咱没有关注哥哥，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哈，来到我们直播间。那刷到我只是缘，不管您跟我说您是来看哪一款车型的哈。纽扣怎么可能有缘人终成眷属，主打反骨。等一下，后排空间是吗？哎呀，你打下来。后排空间的话，现在是没办法给大家上车去演示我们的后排空间。那之前要是看过我直播的都知道，我们其实后备空间是非常大的，并且我们后排是可以放倒的哈。纽扣，谁家纽扣不可以解开？你告诉我，谁家纽扣不可以解开哈？来，欢迎大家。小尾巴是吗？小尾巴。这款车真不错，是不是？再转个圈，来，我们点点赞，我们10000赞给大家转圈圈，我们10000赞给大家转圈圈哈。来到我们直播间，来到我直播间都是我的宝。左上角，我看还有多少个关注，多少个小哥哥没给我点关注的，不花钱。播啦，兄弟们，这直播还播啦？咱们直播间没一个好好说话的，您告诉我，您来直播间是来看什么的？那如果是过来看车的，给我扣个一；看我的，给我扣个；如果是看车又看我，给我扣个3。让我问一下，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看主播转圈圈，看主播转圈圈。欢迎头型哥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哈！来到我们直播间都是我们的宝，我不是关注过我吗？为什么没显示？你是不是偷偷给我取关了？你给我滚出去！不要偷偷取关我，我真的会生气的。这轮毂究竟多少寸？轮毂多大？我多大？您猜一下这个轮毂有多大？来，赶主播的看看手机壳，手机壳不可以乱看，手机壳那不是135直播吗？哎，今天周几呀？
哦，今天周四，刚好今天有时间就过来给大家直播了哈。车轮很大，车轮是挺大的哈。那我们这款车轮的话是。等我给大家去讲我们的车轮吧。车轮的话在我们四活塞卡前，所以说我们即使在我们的三路村庄都是非常好开的哈。来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，来到我们直播间都是我们的宝哈。的膝盖有转的，来，欢迎各位小哥哥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。那我们直播间这么多个小哥哥，您告诉我您是来看什么的？大家都不打字，你们到底是来看什么的？就是听我给大家那个啥，这个星期好像不是一三五这样子吗？这个星期好像是一二四，这个星期是一二四给大家直播哈。大人的事小孩子别打听，你们在干什么不能问是吧？我还不能问了是吧？来，您告诉我，那如果在看车的给我扣个一，如果是在听我给大家去介绍产品知识给我扣个，再忙的给我扣三，来，再忙的哥哥给我扣三，让我想大家到底在干什么，从哪里转的，下车转的，下车转转的车门，坐在车里，我们是不允许坐在车里给大家直播的哈。那我们前段时间有看到过我给大家去讲解我们的内饰空间，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内饰空间到底多大，那我就不会给大家去细细再去讲解了哈。那如果我们想要预约我们的试乘试驾的话，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小风车预约我们的试乘试驾，即刻猪猪带你飞。这不是看我的同时吗？都成了榜一了，来，我们点点赞吧，10000赞给大家上才艺，10000赞给大家上才艺哈。咱们有关注哥哥一定要去冲冲我们的小关注，你不冲我不冲，我就问你就直播起来冲是不是？来到我直播间都是我的什么？来到我直播间都是我的宝儿。那09刚给大家讲完09，我们开播都是在给大家讲我们的09。那我们后半场直播都会给大家去讲解我们的01。那刚刚有给大家去讲解过我们的后排空间，我们后排座椅的话是可以调节的，那我们的后排中控屏不仅仅可以调节我们的音乐，我们的空调还可以调节我们的灯光，还有我们座椅角度，所以说性价比是非常高的。还不给坐车下，我跟你说，只要不那个啥，就玩那个侠里波，可累了，可辛苦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左上角关注哥哥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哈。谢谢灯牌，谢谢宝贝的灯牌，来到我们直播间，先把我们灯牌去点亮一下吧，1.5小时。1秒钟都没有停，水还不让我喝。你左上角到底点不点？你不点，谁来点？001是什么车呀？您去某车地去查一下。您去某车地去查一下。肉种越来越，我不是走那种风格的哈。多高？您是问我多高还是车多高？您跟我说清楚了，您跟我说清楚了。咱们有关注哥哥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哈。你不管我不关注，直播谁来关？我真的渴死了，我也渴死了，这不得了。这主播我不做了，你来做好吧。这主播我不做了，你们来做。快下播了吗？快了，半个小时，每个人进来给我点个关注，我就可以下播了。今天，肉种，我不叫肉种，我瘦了2斤，我不叫肉种。有男朋友吗？你看我这样子，男朋友还少吗？2000个你看不到了吗？见证了从8到88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区2斤，你知道2斤猪肉有多少吗？你知道有多少吗？来，欢迎各位小哥哥，欢迎大家。刚刚老板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，他说你们到底在聊什么？您告诉我，您要我怎么说？直播间这聊的都是什么呀？这是评论区，不是我们的私信区哈。咱们还是要重新组织的，组织我们的语言。别说周周就是。不好看，不好看，跟老板比也就差那么一点点吧。我就知道老板不在，肯定有怪，老板在门口看着呢。咱们有关注哥哥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，声音好听，声音再好听，有你的车声浪好听吗，宝贝？我跟你说哈，咱们最疼粉丝，屁咧！咱们有关注哥哥一定要去点点我们小关注，老板在没有？
老板不急我也不急，老板不嫁我也不嫁。周经理今天在看阿星，对，我今天在看阿星直播，他那个衣服我很喜欢，要了个同款链接，明天就给大家穿哈。腿好长，命好长，不是腿好长，是命好长哈。上车看看空间，宝贝您过来试乘试驾，您自己过来看看空间好不好，我们是不可以上车给大家演示的哈。安排上，安排什么？安排小呸，安排制服吗？给他安排我们的 JK 制服吗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你艾特我了，我看到你艾特我了。来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。来到我们直播间都是我们的宝，不管您是来看车还是不看车，都能把您宠成活神仙，绝对给您天花板的服务，拿低板砖的价格。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。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就要下播了，所以说我们转角的关注一定要去点击一下哈。人有黑顶级净蓝好看吗？黑顶级净蓝。具体的话，您可以在我们的小风车给我留下绿泡泡，留下您的139红酒、白酒、葡萄酒，我在门口等你。不要这样子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真的很害怕。之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，刷过我之前在某客直播，罚站直播。我直播一直都是站着给大家直播，不知道之前你们有没有刷到过？之前晚上给大家直播，有个小哥哥在我们的展厅站了一个晚上。等我下播，我真的吓死了，我真的要吓死了。咱们如果真的想要找周周试乘试驾的话，咱们走正规渠道哈，直接在我们的小风车预约我的试乘试驾，我才可以带你去我们的试乘试驾。欢迎大家，好酸，踩了一天的刹车，我的腿好酸。咱们有关注的话，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哈。来到我们直播间都是我们的宝呀。那咱们如果想要了解我们任何一款车型，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哦。我怎么掉出去了？我怎么掉出去了？还差多少个？还差80个，还差最后80个关注。正规渠道，是的，我们正规渠道直接在我们的小风车。小风车如何预约我们的小风车？点击这里留下您的139，那红酒、白酒、葡萄酒，我都可以去找到你们哈。正规渠道，是的，您只要去给我留下绿泡泡，都会是我去找到您的。009奖吗？有没有？没有哈，没有哈。那咱们有关注的哥哥左眼角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。喜欢但买不起，我跟你说，不要问我这辆车多少钱，问问你的青春还有多少年。穿什么什么什么，这是能说的吗？我们直播间啊，不对，我们另外一个直播间会给大家安排上，但我们极客直播间不会给大家安排哈，是不会给大家安排的。欢迎大家回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。那俗话说得好，不要问我这车多少钱，问问你的青春还有多少年。那少年的梦不应该止于行动，更应该马上行动。那我们是支持零首付，零即使月薪1800，那1500、1200都可以拿下。我生活在极客09哈，我们价格区间是在多少呢？那我们价格区间是在我们39.9到我们的58.8个 W 左右哈。其他是什么直播间？怪我没有给大家说清楚哈。其他直播间肯定就是隔壁直播间哈，隔壁直播间。这衣服好看，你们觉得这衣服好不好看？觉得好看的给我扣个好看，让我看一下多少人觉得好看。我在门口等你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吓我啊！我是真经不起吓，兄弟们，您告诉我好看还是不好看？好看的给我扣一声好看。隔壁，我们明天的话会在我们的管本给大家去介绍我们的产品知识哈。隔壁到底是哪里？打咩？正能量，兄弟们。正能量，不要忘记了。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。来到我们直播间都是我们的宝汉，那咱们有关注的哥哥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。今年18吗？你看我像多大？你看我像多大？有没有人猜得到的？猜得到的给我打在我的公屏上，让我看一下人多少人，多少人知道我今年多大的，打在我的公屏上好不好？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哈。那
内饰看不看？内饰的话，您告诉我吧，你们告诉我想不想看内饰？那如果想看内饰的，给我扣个内饰啊！不要扣内饰，给我扣个999，让我看一下多人想看内饰啊！有老公吗？你看我像是有老公的人吗？你看我像吗？有老公我就不直播了。03年，我不是03年的宝贝。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哈。想冲。哒哒哒哒哒，粉红色，对，粉红色的狐狸姐，还有福袋吗？有的呀，来，我左上角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哈。那收下我的福袋，收下我的膝盖，收下我对你的爱。好会，我不会哦。我不会哈，兄弟们，咱们有关注的话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哈。来到我们直播间都是我们的宝，不管您跟我说您是来看哪一款车型，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。来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极客直播间呀。这是什么车？这款的话是我们的极客009车型哈，这款的话是我们的极客009车型啊，宝贝，装糊涂的高手。又来看猪猪了，这个是领克的，谁呀？谁呀？领克的，我你怎么知道人家是领克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来，宝贝们，咱们有关注的话，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哈。又来看猪猪了，宝贝们，我来看一下多人没给我点关注。来，我们今天7300给大家上才艺，今天真的上，我发誓，今天真的给大家上才艺，上了才艺我们再下播好吧？来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哈。能融化宝贝的心，主播，什么意思啊？妈妈说打人不能打脸，接人不能接短。好家伙，你上来接就接我的短，是不是？一字马，我不太安分。跳舞嘛，我给大家撒娇八连好不好？我给大家撒娇八连，我刚学会撒娇八连。来看不看？看的给我打一声看，让更加多人想看。来，欢迎大家回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哈。什么正面直播呀？咱们就是正面正能量给大家去直播的哈。睡着了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太过分了，不看。看不看内饰啊？咱们想看什么打在我的公屏上好不好？来到我直播间把你宠成活神仙，那天南海来来我直播间的车子看不完，来到我直播间都是我的宝好不好？离谱，太离谱了，真的太离谱了，好想。这是能看的吗，宝贝？一步隔壁好吧。来，咱们走正规渠道，咱们有关注的话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，每一句话都在撒娇，宝贝喜不喜欢？你告诉我喜不喜欢？咱们有关注哥哥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哈，不管您跟我说您来到直播间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好不好，都不重要。那咱们如果想预约我们周周的试乘试驾，如何预约呢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。点击我们的小风车，给我030139，红酒、白酒、葡萄酒。现在冲已经晚了，我也觉得已经晚了。哎，我觉得已经晚了，被蚊子咬了嘛？那有句歌不是这样唱的吗？你脖子上的包是蚊子咬的吗？哪听的？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听过？有人听过的给我打个听过。马应该是马叔唱的吧？你们有听过的给我打个听过，让我看一下多少人有听过啊？来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哈。那咱们有关注哥哥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哈。你不关我不关，就问你。就直播起来关是不是？来到直播间都是我的宝儿、哦。老婆，我不看狂飙了，我已经开始看他是谁，那个真的很好看。欢迎纪梵希哥，我真的觉得好看，那个什么他是谁？还我身后载车宝贝，您想看我们09是不是？那我高低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了。我们09，我们先从我们的价格去给大家讲吧。我们价格的话是在我们49.9到我们58.8 W 左右哈，具体都可以在我们的小风车给我留下您的139，那微微留下您的139。红酒、白酒、葡萄酒，我都可以去找到你们哈，宝贝们，咱们有关注哥哥一定要去点击一下我们的小关注，看着你背后发凉，我不敢一个人看，不敢一个人看，除了有人找我试乘试驾的时候，我在车上才敢看，我在车上才敢看呀。
谢谢大家点赞哈，咱们点赞一定不要停哈。那我们一万赞看看干什么？一万赞你们告诉我想看什么，打在我的公屏上好不好？来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，来到我们直播间都是我们的宝，正面，真的，啪，老板把他插出去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不带人格侮辱的哈，不带人格侮辱的宝贝们，咱们有关注的话，一定要去点点我们小关注哈。不管您跟我说您来到直播间到底是来看什么的，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。黑色系是的，老板叫我买的，你们觉得好不好看？觉得好看的给我扣个好看，让我看一下多少人觉得这套衣服好看。来，我们关注，一定不要落，兄弟们。现在是多少？724，播了一个半小时。724，来，咱们有关注，一定要去点点我们小关注哈。那我们今天730给大家3980，给大家3980，不好看，我顶嘛，浅色系，好吧？那我另外一件我退了吧，我给大家穿浅色系的好不好？那个老板买的，你去问老板，你去问谭总，看一下橙色。我们橙色的展车是没有摆在我们展厅的，宝贝，您可以直接去我们的小风车留下您的139红酒、白酒、葡萄酒。我让我们的专业机构，我怕拍给你看都是没问题的哈，拍给你看好不好？尖头皮鞋，眼光不行，您告诉我喜欢看我穿什么职业装是不是？来，我们下一场直播给大家安排上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，来到我们直播间都是我们的宝，那天蓝蓝海蓝蓝，我们家的车子看不完。那来到我们直播间，把您宠成活神仙。不管您跟我说您要看哪一款车型，好不啦？兄弟们，你们告诉我27个小哥哥，您在直播间干什么？来，再看车给我扣个一，再看我扣扣二，给的再忙给我扣个三，让我看一下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，好不好？33个了，你们告诉我你们在干什么？这么多个小哥哥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打在我的公屏上，缺一个护子吗？我刚刚甚至觉得这个很像极客的功夫，不看背面，它真的很像极客的功夫，谁懂啊？真的很像哎，兄弟们。可以，再看车是不是？再看车，来，我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身后仔哈。那我跟完闹归闹，讲车的时候不能开玩笑，还是要给大家去干什么？还是要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身后这台极客009车型哈，极客009车型。那我们0-100加速4.5秒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01是3.8秒，这一款仅仅只需要4.5秒0-100加速。我就问你们性价比高不高？有没有体验过电车？哥哥体验过，给我扣一，让我看一下多少人体验过的在点赞。那其他人在干什么？你们给我点关注没有啊？都没点关注啊，这么多个小哥哥都没点关注是不是？那没有关注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哈，大家有空点点赞，喜欢哪里点哪里是不是？关注不亮，灯牌不亮，麦克风不是麦克风，老板是我嗓子的钱，我嗓子都喊哑了，都喊哑了，直播间都不点关注，我真的是服了。一万赞上才艺，一万赞到底干什么，宝贝们？你告诉我一万赞干什么？上才艺是不是？那我给大家3980好不好？背着我偷着减肥了，瘦了2斤，看我的腰就知道了，看我的背就知道了。哈哈，净身高啊，没有问题。来，我们一万赞给大家上净身高哈，一万赞给大家上我们的净身高。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，来到我们直播间都是我们的宝儿。跳个舞，我不会呀，不会呀，咱们就是说，我从来不擦边，我从来不擦边，记住兄弟们，我从来不擦边的，不玩这一套，咱们不走这一套哈。咱们有关注哥哥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哈，来到我们直播间都是我们的宝。咱们如果想要了解我们任何一款车型，都可以打咱们的公屏上。净身高是不是？来，兄弟们，才艺要上了，上净身高是不是？您先告诉我身后这台车它有多高，来给大家比一下，有没有知道我身后这台车有多高的？知道的给我打在我的公屏上好吧，我在
这话可不行说哈，可不行说。来，兄弟们，您先告诉我有没有人知道身后宅车有多高？来，知道给我打个知道，不知道给我打个不知道。让我跟你讲，多少人不知道？比我高，我其实跟他差不多。其实我跟身后宅车差不了多少，差不了多少哈。咱们有关注哥哥，一定要去冲冲我们的小关注，冲冲冲冲冲！你不冲，我不冲，就直播谁来冲？是不是？咱们还差多少关注？咱们还差80多个关注。来到我们直播间都是我们的宝哈，咱们如果想要了解我们任何一款车型的话，都可以打赞。我们的公屏上差一点，真的差一点，不管你多高，先来个3680再说好不好？4680，来看3680的给我扣个一，看静静高的给我扣个二，来让我看一下直播间的小哥哥们到底有多高。呸，告诉我你们到底想看哪个？3680扣个一，那静静高给我扣个二。来，净身高扣个二，3680给我扣个一，兄弟们，来让我看一下，有没有人扣啊？没有人扣啊，就你们两个扣，还有没有人扣？来扣在我的公屏上，3680给我扣个一，那净身高给我扣个二，让我看一下，来到直播间是来看什么的？来看什么？怎么全是扣二的？全是扣二，还有999的？来，你们告诉我，其他人呢？其他人想看什么？只有你们几个人想看是不是？其他人在干什么？来。扣在我的公屏上，越多越好，我才能看得见，是不是？就你们那两个人扣，真死的。零一零是看什么的？兄弟们，零一零是看什么的？六番了，这样。来，都是看二的，是不是？看净身高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子吧，我们10000赞给大家看净身高，那我们粉丝7300给大家上我们的3680好吗？7300给大家上我们的3680，还差最后八十个关注，下播前给大家上完。难道想看什么吗？那个有点高难度，隔壁直播间可以看哈，咱们到隔壁直播间看。3680。这是能看的吗？不可以哈，隔壁直播间，是的，隔壁直播间，一步之都，一步之都个人号直播间哈，个人号直播间撤了，兄弟们，隔壁直播间见哈。有点什么了，我最近真瘦了，兄弟们，我真瘦了，瘦了2斤呢，你知道2斤什么概念吗？净身高，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出来？有没有看出来多高的？有没有知道我们身后宅车到底有多高的？知道给我打个知道，不知道给我打个不知道。让我看一下你们到底来到直播间到底是来看什么的？跟没瘦一样，你这话可不行说，我真的会生气的。你可以说我什么，但你不可以说我没瘦哈。1.5米身后宅车，001的话好像才是1.5米吧。好像是1.5米吧，这一款的话是1.85米，好像。大家都上了，隔壁直播间见。隔壁直播间也是等我下播再给大家开哈，等我下播晚上再给大家去看。点赞那么久还没说那个轮毂到底是不是21寸的，你等我看一眼，应该是21寸的吧。他俩看的差不多大，来我不得1.8米，穿高跟鞋1.7米吧。来，生气呢，我真的会生气呢。它到底有多大呢，兄弟们？你们告诉我，有没有人知道009的轮胎它有多大？知道的给我打在我们的公屏上。2斤好大一碗，是的，2斤好大一碗饭呢。那我得一个星期不吃饭才能那个啥，才能瘦2斤，是不是？生气呢，那个轮毂，我们001的话它是21寸，但我们009的话，我得问一下，009的话我得给您问一下哈。来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。那我们左上角有关注哥哥，一定要去冲冲我们的小关注，还差最后70个关注。不多了，还差最后70个关注哈，左上角一定要去冲冲我们的小关注哦。好，那个啥宝贝，你限时过来看一看，那主播是块宝，那丢了不好找呢。年少不知肉腿好，那搓把筷子当成宝。不知道这么不专业扣工资什么意思啊？我老板都没发话，你发什么话？我什么身份？你什么地位啊？收回去。我在问你们这个轮毂有多大，怎么还轮到你们问我了呢？是不是？咱们之前老粉都知道，咱们如果想要知道具体的话，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右下角的专业极客伙伴，一对一让他给您去介绍的哈。我只是一个主播，不要为难我，我只是一个主播。如果我真的会介绍，那我去做销售算了。
是不是、啊、来到我们直播间都是我们的小哥哥，咱们有关注的哥哥一定要去冲冲我们的小关注哈，这都现在好歹咱们也是那个，好歹也是那个什么主播，是不是一万了？有文琼可能刚刚给他上完了才艺了，刚给他上完了，还看不看？来，还看的给我扣个一，让我看一下多少人还想看，我再给大家上一次。尾巴，什么尾巴？这是蝴蝶结，这是蝴蝶结，不是尾巴。一，没喝水吗？对啊，今天不是今天，其实每场直播都不会给大家喝水，下播才会喝。净身高是1.64米哈，来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东莞奇哥直播间，我们还有最后几分钟啊，最后7分钟下播了，还差多少个关注？还差最后70个，咱们有关注哥哥一定要去冲冲我们的小关注哈。来到我们直播间都是我们的宝，喉咙都很冒烟了。真的都要冒烟了，下播直接喝一桶水会变胖吧，喝水会变胖吧。拜拜，还没有呢，还有最后7分钟，看净身高，来我给大家上净身高好不好？已知我现在测185，您猜一下我有多高，您猜一下我到底有多高。等我下播你们不要吓我，我不惊吓，我很社恐的，不要这样子。咱们如果想要找桌是神是假的话，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右下角的小风车齐天，跟我约时间，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好不好？兄弟们不要直接过来好吧。娃几岁了？你看我像是有老公的人吗？你看我像吗？有老公我就不直播了。谢谢宝宝的分享哈，咱们直播间可以点击分享一下，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，欢迎大家回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。那主播是块宝，丢了不好找。那天蓝蓝海蓝蓝，那你的车子看不完，咱们如果想了解我们任何一款车型的话，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哦。倒数10秒，试试最多可以点多少赞？膝盖怎么了？膝盖怎么了？你还问我吗？膝盖怎么了？你们还要问我吗？我怎么知道他怎么了？倒数10秒，真的吗？那我给大家倒数10秒，来，我们冲冲我们的点赞，让我看一下你们点赞到底有多快，好不好？让我看一下，现在是1万，是不是？来，准备好了，哥哥给我扣个一，给我扣个一。如果点赞到1万3的话，给大家上奖励吧，13000给大家上奖励，快不了，男人不能说自己快不了哈。来，最后10秒，给大家10秒倒数吧，10秒哈，10 9 8 7 40，不是40，6 5 5 4，那4 3 2 2 1，我怀疑你在忽悠我，我怀疑你在忽悠我。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我都快下播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的直播且看且珍惜，1个月12场，看了这场没有下一场的。咱们竟然敢忽悠我，你们这些老六，我都会下播了，还有几分钟下播，还有4分钟，30下播，我们都是7点到我们的8点半哈，7点到我们的8点半，40，我不是40的，谁家女孩子是40的，一直在点。那你告诉我其他人在干什么？来，再忙的给我扣个3，那看我的给我扣个2，如果在看车的给我扣个1，让我看一下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，到底在干什么？这个点大家都在忙嘛，都在加班嘛，当然忽悠啦。谢谢关注哈，那咱们有关注哥哥一定要去点击一下我们的小关注，我们打了个结，他一直都有结啊，小尾巴。根有多高？根的话是8厘米的，根是8厘米的哈。谢谢点赞，那咱们有关注哥哥一定要去冲冲我们的小关注哈。那下个月的话是在我们4月2号，对，4月2号给大家直播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东莞极客直播间，还有最后3分钟，
怎么加我绿泡泡呢？那我们点击一下我们的小风车，给我留下您的139红酒、白酒、葡萄酒，给我留下您的绿泡泡，我才可以去找到您哈。极客 X 大概什么时候上呢？具体的话要去联系我们的专业极客伙伴，点击一下我们右下角的小风车哈。明晚不直播了，明晚的话在隔壁直播间给大家直播哈。您可以加一下我们的粉丝团，啾啾个人号的粉丝团，到时候我给大家发的。榜二的话是我跟抖音号，极客 X 的话具体的话要联系我们的专业极客伙伴给您去一一介绍的哈。真亮，哪里亮？我怎么看不出来哪里亮？车亮，车门亮吗？6月2，不是的，2月，呸，谁说的6月2？下个月几月了？4月2，再倒数播，4月12，12个鬼哦！4月2给大家直播，不出意外的话是，再倒数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播那个奖励，不可以。不可以，来左上角给就去冲冲我们小关注，最后再冲十个吧，最后再冲十个，下不成给大家上奖励，差最后十个给大家上奖励。买车送主播嘛，格局小了，买车怎么会想要主播呢？那流水的主播，铁打的车是不是宝贝？所以没有关注的话，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哈。哦哦，你说的是极客 X 啊？4月12号，4月12。你怎么都知道，我怎么都不知道，扣工资。咱们有关注一定要去点点我们的小关注，他还是那么爱奖励，开玩笑，我不是一个爱奖励的人，我也是服了。奖励来，让我看一下多少个关注，咱们还差最后9个关注，最后9个关注哈。军训我谁敢。不要玩这一套，咱们直播间不玩这一套哈。那咱们有关注哥哥一定要去点击一下我们的小关注，借一下阿星那句话，我从来不扎边的哈。快下播了吗？快下了，还有1分钟哈。那咱们进入直播间的哥哥们，咱们有关注的话一定要去冲冲我们的小关注哈。下播前奖励，拜拜。你好重新说。不行，万一阿星在门口我就完蛋了。擦下边，不会，咱们不会来到这个直播间，我是给您介绍车的，那不是来那个啥的，是不是？我不信，看了我一场直播看不出来嘛，我这么正能量看不出来嘛。那我看一下多少关注了，谢谢宝宝的关注哈。那咱们有关注的话一定要去冲冲我们小关注，来我们最后冲一波吧，我们还差最后八个关注，把关注点亮，上完奖励就下播，上完奖励就下播。来到直播间的哥哥，让我看一下多少人没给我点关注的，左上角关注我们一定要去点亮一下哈，下播来奖励吧，下播了，拜拜。哎呀。